吃这个吧，它比较不耐。半熟小芝士，半熟小芝士蛋糕，两拇指都是黏黏控。哎，我是浅浅，我是雨文，看不到你嘞，你拿开你的手先，看到圆圆的浅浅没有？午餐吃这个就好了。嗯。你不要配饭了，嗯，不要配饭了，这个选了吗？尝尝香吗？他向皇上建议的吗？明慧长公主盯着宝儿问道。香吗？宝儿连忙添油加醋的将今日下午和晚宴时发生的事情给明慧长公主讲述了一遍，又捎带着颠倒黑白的讲述了以前云离月还被贱婢，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你从来都不告诉本公主？什么？你难道不知道本公主让你在郡主身边的用意吗？说话间又是往回挥手，啪，反手又给了宝儿一个耳光。好了，一天吃一包就好了。若是你早一点告诉了本公主，岂会有今日之事？以后若是再犯这种错误，